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成人自学唱歌，唱歌的时候啊，要被动发声。啥叫被动发声呢？就是让气息吹响声带，你的注意力放在让气息主动，让气息去吹响声带，这样就会解决急卡，声音的急卡。你比如说，你注意气息啊，一。就是注意让声音为主动，让声音去吹响声带。在那遥远，让声音去吹动声带。那这个就是被动的来发声，试试看。